说我们念佛人呢，你专修念佛啊，老是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要不要读诵大乘经典呢？要不要深入经藏呢？这个不是要人家说，不是我来要求你，这个是各随根基。那如果你觉得我年老啊，这个记忆力也弱，我就专门念这句名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得分100分，圆满了，没有任何不足。那如果呢，你觉得说我呢还有弘法度生的任务，我还要广宣佛法，那么这样呢，你可以呢广学方便，其他的教门也应当了解，这样佛法总只要来了解佛法，都对我们是有利益的。那在保证我们专修念佛这个大根本大原则的情况下，力所能及的也可以去看。同时第三点呢，如果说你想专修念佛，心里边更又定不下来，信心又不稳定，又不能实实在在去专修念佛，对事项呢也看不破，对有关的佛法教理呢也不能了解，心中啊动摇，往往也这样的根基也有很多。那么这样呢就有必要来了解相应的道理，比如说有关因果的道理。有的人连因果都不能深信，他怎么能够专修念佛呢？比如说有关世间的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，那这些都是我们佛教的基础课，专修念佛是最后的要解脱生死最高的课了。你这个基础课都还没有，那你就要回头补课，你要了解世界的空相无常，那这些呢都有必要熏习。